您好，我们是内政部移民署。eGate 自动查验通关系统会给您方便与快速的通关体验。第一步骤，请将护照放置个人资料页面，个人资料页面朝下，接着靠左上角对齐，置于护照读取机上。完成感应后，闸门打开。第二步骤，眼睛直视机器上方镜头，同时手指按压机器右下方指纹按压机进行辨识。辨识成功即通关完成。It's easy.